过年了，兄弟姐妹们，今天是大年三十啊，也就是除夕。阿仙在这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啊！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，发财发财还是发财。今天做了十道菜啊，鸡、肘子、鱼、大虾、海螺。今天是一年当中是最开心的时候啊，非常开心。儿子，我都开吃了，开吃了。好，开喽开喽，话那个废话少说吧。我老婆今天不上镜了啊。哎呀，脑袖子呀，儿子呀。啊，没得整，看这个大的章鱼爪。敬粉丝们啊，头一口你们先喝。老爸，哎，再整点那个一品鲜，高丽吧。好。嗯。这大须子看着就过瘾。哎，今天阿谦来个熏鸡啊！我感觉，我感觉我做的还可以啊。嗯，你说我不要，就是吃自己点。去年那个过年的时候，我们人特别的多，今年人少了，因为小超他们已经回老家了。郝老师，嗯。章鱼爪，我知道，知道，非常的 Q 弹。啥事？太贵了，为什么呀？这么高级？这，嗯。我感觉倒点辣椒面调个口啊。嗯，我也感觉可以。嗯，儿子去把那个爸那战友这个贵州幽灵辣椒给他拌着。改良完的酱顿时间好吃了哈。嗯，我说你这改良之后的顿时间就好吃了。这个是搂钱耙子，就是猪脚啊，过年了必须搂着钱。但是炒了一个糖色，可能炒的稍微深一点了。深浅不要紧，好吃就行。对呀、啊。来口鱼。小鸡代表什么呢？吉星高照。今天咱们做这个鱼呢，属于是家常版的啊，清炖的，年年有余。然后呢，这个生菜为什么都每个菜都搁生菜铺底呢？生菜生菜生财生财。然后今天我又做了一个肉末豆腐，豆发豆发嘛，越过越发。呵呵，做菜就做菜吧，还都有意义里边呢哈。对呀、啊。来忙活。嗯，真筋道哈。嗯。
干杯，儿子！祝儿子新年快乐啊！快乐，同乐，同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。喜欢阿谦的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啊！新年快乐，谢谢你们支持，拜拜，拜拜。